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当然现在是多方的格局啊，老师目前为止的话，我的看法啊没有完全的改变啊，我就是向着多方来操作哈。那一般投资人会问说，老师这个大盘之前有站上19000点，那就算这个大盘站上20000点啊，那才1000点的一个价差哈，我这边要更正大家的一个想法了哈。你看这个加权指数虽然说只有1000点啊，甚至超过1000点以上嘛，但是这个中间啊它是有美嘎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会说马上就涨到这个，对不对？涨到涨不动了哈，那这个地方资金啊还是不断的啊在这个台面上面啊去做轮动嘛，这样子每个拉起来。大盘的一个加权指数也好，个股也好，哇，这个涨停板的加速也好，创新高的一个加速啊，才会越来越多啊。当然，这个明天开始啊，要进入到3月份了哈。3月份季底要做账啊，季底要做账。4月、5月啊，股东会的一个行情啊，对不对？也要给股东看。所以说，未来的行情里面啊，你还是要偏多操作。那很多的一些股票，只要啊，它是一个大标股，今年的话都不止说涨一倍、涨两倍了哈。那伺服器的部分，像今天的技嘉啊，表现好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嘛，啊，已经有止跌的一个讯号了哈。香港也好，旗宏也好啊，这两档散热的，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。搞不好严老师已经进场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的会员啊，目前为止手中操作的股票还是有2档涨停板啊，我们今天会一并的啊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公告哈。那我这边的话还是要呼吁一下哈，旧会员手中如果说还有标股的话，一张都不要卖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买的话都是1月8号、1月9号啊这个底部区去买的哈，大概这个涨幅上去最少都赚个50%啊，甚至今天有一档股票赚了80%，我们都还没有卖。那新进的一个会员的话，我们现在未来的标股啊已经开始布局了哈，好好跟上严老师的脚步就可以了哈。那今天的一个测标啊，上面有一档股票是6开头的XX9，好，再讲一次啊，6开头的XX9啊，今天的收盘呐，大概只有40几块钱啊，细涨龟壳，这一档股票就是我们未来单股锁单即将全力要重压的啊。如果说你今天对于这张股票有兴趣的啊，你别 cake 啊 ，cake 你吃不着，严老师欢迎大家啊，共襄盛举哈。那我在投顾啊，这个大概前前后后也超过20年了哈。那我就今天用这一档股票啊，来帮助我们全国的会员哈。侧标上面都有写六开头的XX9，明天亮灯涨停板，明天再创波段新高，我在节目里面我就会马上公告哈。来，今天那个大盘成交量还是维持在4100亿哈，这个量能的部分并没有萎缩哈，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属于一个区间震荡，啊，电子股未来可能会小修正啊，柜买指数小型股啊，未来还是会大喷出啊，啊，金融股看到没有？金融跟电子开始轮动了，之前是先涨电子嘛。好，未来的话，这个对不对？金融股挑战前高过了，哦，这个地方会进行所谓的轮动哈。如果说你要低档布局的，来，这个叫航运类股，不管是货柜人也好，不管是散装货人也好，你只要找对股票，应该都赚得到钱哈。这个叫做龙头指标，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会找这种啦，强的股票啦，啊，我会找这种强的股票来操作啦。哦，这样子懂了哈，来看一下哈。那投资人呢，啊，都非常熟悉严老师的推背图啊。你推到对的一方，你才能够获胜嘛。你老是反向去推，每天跟你讲理由，每天跟你讲睡公园，我相信这个地方不对啊，哦，不对就要离开。你们老师大概已经做僵尸了，对不对？加权指数来到19000点，已经当僵尸了哈。啊，哦，你现在赶快跳到这边来。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多方的股票，从低档区会一路的大涨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公布啊，我们涨停板的股票来，啊，这次是老股票啦，好不好？新复星啊，
今天一样再创波段新高。老师不卖的原因你现在知道了哈，这边有拉回嘛，这边也有拉回啊，那我为什么我不卖？它还没有涨完，我在卖什么？老师，你目前为止赚多少？以今天收盘价而言啊，65.7，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讲，目前为止底部布局的到现在为止啊，不多啦，八成，两级会员尊龙清淡，我们持续来验证。老师，今天这张股票涨停板还没有卖，我拿证据给你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你是长期要收看老师节目的哈，我相信这2月26号这个简讯里面内容，这个礼拜的亮灯涨停板，你应该有持续的看到。礼拜二是创新高啦，礼拜三休息啦，哎啊，今天礼拜四啦，两级会员没有改变啊，今天早上9:10呐，老师就恭喜你啦，老师就恭喜你啦，恭喜狂贺啊 ！PCB 的新复星上涨5.9元，再创波段新高。你要注意看这边，我特别帮你标出来哈。周线跟月线黄金交叉向上，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。周线跟月线黄金交叉，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，你要持股续报。严老师对于大家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哦，因为大家都非常支持严老师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跟你讲这档股票。这档股票是严老师生日前一天1月8号买进的，价位是35.2，啊，1月8号在这边呢，35.2啊，啊，这天呢赚了70%了，今天呢我算了一下，来，导播拉近哈，来，1月8号买的，到今天为止亮灯涨停板，赚了多少？80%，目前为止持股续报，好，我相信你是这一级会员的，你应该感受良多啦。哦，好像那个口袋越来越多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这是今天第一档涨停板哈，第二档涨停板有没有送给你？有，来，我相信双龙出海这张字卡，我开放黄金60秒。之前跟你公开的是技嘉赚钱了哈，我们获利了结了哈。那我在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哈，打开技嘉给你看。完全的来验证啊！今天不好意思要打开这档股票了，啊，换到它了，啊，老师真的要重压吗？老师有办法探大条吧？啊，我说直接喷嘛，主流当中的主流啊，你不买会后悔啊！是哪一档股票？来，延通，代号6229的延通，来，帮你框起来，你拿出来核对。啊，保证跟你拿到资料是完全一样，难道老师只有送一次吗？来，封关，对不对？过年以前，亚细的接班人，黄金60秒，有没有 ？IC 设计的标股，乌拉哈，直接喷啦，不用等啦，来看一下，是哪一档股票？也叫延通啊。老师送了2次给你，我非常关心你，啊，我怕你没有赚钱。是不是？来，过一届，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跟你讲，延通会大涨，延通会大涨，因为业绩大爆冲，有没有？这么机密的资料，我送了1次、2次、3次给你，我就希望你能够赚钱，希望你能够赚钱。这是1月31号的简讯，来，你自己再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。我说你黄金60秒打通的、拿到的延通亮灯涨停板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还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嘞！那今天的呢？啊，今天的看这边哈，来，今天12:52，恭喜狂贺双龙出海第一档股票冠军股，刚刚跟你秀过了哈，也叫亚细的接班人，他就是延通，今天上涨4块钱，亮灯涨停板，再创，记得哈，是再创哦，再创波段新高，代表说。明年过后可能会直接喷出去啊、哦！那这档股票更恐怖哦，周线、月线，还有什么 MACD 哦，啊，还有趋势哦，是不是？我之前跟你讲的新复星，我只有跟你讲周月线黄金交叉，这是新复星。但是我跟你介绍这个延通的时候啊，除了周跟月以外，多一个趋势跟 MACD。而且我预判哦，它有机会是3月份的一个大标股啊，我叫你持股要报了，
是不是？严老师祝大家周四愉快，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大家。啊，今天我们两档股票涨停板，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都完全的验证了哈。来，一样哈，今年流行什么？潜伏底，来，潜伏底，黄金交叉往上，这个地方你要去判，对不对？啊，判它未来会不会喷呐？我要的是喷呐，我要的不是涨啊。很多人来到股票市场里面啊，只要涨就很高兴了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只要喷，而且要大喷特喷啊。这边喷上去哦，没有算哦，这边只是起涨点哦。股价经过震荡整理，今天正式突破哦，正式突破哦，延通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啊，注意哦，业绩有没有？这边之前不好嘛，后面变好了嘛。我说这个股票集合竞价，我看到不？你要注意哦，分盘交易啊。老师好像明天分盘交易打开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啦，啊，你自己看了哈。延通目前为止，会员手中持股续报来这边哈，我没有卖啊，我先讲哦。那哪一些股票要卖啊？哪一些股票要卖？中阳光要先卖啦。这个震荡整理，震荡是整理啦。今天有创高啦，哈，今天来到这边啦，哈，我先讲哦。股票不是说没有啊，只有买没有卖哦。五兰卡点和猴娃啦，压力啦，盘中啦，说老师我有中阳光怎么办？我叫他先卖。我的回答都是指这样，绝对肯定的。我按照我20年技术分析的领域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就先卖。你打掉进来，我也会叫你卖。啊，这边先落袋为安。我有没有事先讲？当然有啊。我说我要卖有没有？要卖有没有？我会通知啊。好，我会员的话绝对。接得到严老师的通知啊，那如果说你不是会员的话，那我没有办法，我这样讲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今天这档股票是涨停板啊，啊，未来还是会大涨，为什么？趋势没有改变，它叫微影哈，涨停板价2330块钱，高价股，严老师做高价股，我会做，我不是说我不会做哦，我会做哦，你要注意哦。3324香港，他做什么的？散热的，这机是猪机啦。我昨天也是跟你讲，这机是猪机嘛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嘛。啊，如果你要布局嘞，这机啦，旗宏啦，正准备要突破啊。这边涨上来的没有算啦，这边涨上来的没有算啦，股价正式突破以后才算啦，哈，才算啦，哈。我也不知道说你要跟多一支啦，香航，啊，旗宏，要做这个对不对 ？AI 的，你就跟上严老师的脚步就可以了哈。我今天再公布一档股票，是我们会员目前为止手中有的，而且是赚钱的，好不好？来验证一下，来，这样快讲很久了哈，讲很久了哈。达鑫材料，真正的底部开始买，底部开始布局。我在节目里面就跟你讲，你股价操作，你一定要有延续性。礼拜一跟你讲什么？我们还有，今天啊，快要亮灯涨停买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档股票我1月24号买的，目前为止以收盘价来讲，赚的接近20%，赚的接近20%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单股会员手中有持股续报，好。你没有听错啊，我们绝对是公开透明化，公开来跟你验证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再讲一档股票，我就挑战你啊，你不敢买是不是？我来买，来金鸡高票，开盘价36块钱，够便宜吧？来直接亮灯涨停板，啊，今天呢啊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会员有没有？有，目前为止赚钱。今天集合竞价400多张，好，股价还不错，好，目前为止赚钱，还没有卖，还没有卖。我相信你看老师的节目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该公开的，我一定都会公开啦。啊，这个3月份的飙王之王嘛，绿盛，哎，潜力翻倍股，你要布局布的低一点啊，你不是去追啊，我先讲哦，你买在这边不是很快乐吗？啊，业绩从不好到好，很多的股票都是业绩不好到好嘛。
那股价它才会反应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反应？有哈、哦。2月23号的简讯，2月26号的简讯，来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对，手中持股续报。好，我知道像很多的投资人呢、哦，旧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之后，虽然说它天天涨，他绝对不会买。那你现在就是要买新的，好，那我的侧标里面有一档新的，对不对？6开头的XX9，这一档股票是全新的。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合作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像这档股票，当时候如果说你买在底部区的，对不对？底部区的吧，你先重压嘛，涨上去你就赚钱了嘛。你现在卷资比的话是27%，营收的话是大成长啊。这个股票现在已经分盘交易了，未来如果说没有分盘交易啊，它就直接喷上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重点的话只有一件事情哦，我们明天早上有一档股票，8:55我们会直接通知你，你就把钱准备好，你就直接买下去就对了哈。但是今天你要做这档股票，你一定要完成登记，好，完成登记我们才知道我们要通知谁嘛。也就是你今天的电话，如果说你是排在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，那我先恭喜你，明天早上8:55啊，你绝对会接到第一通电话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二个人打电话进来的，那你今天就会接到怎么样？第二通，好，开始排下来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是开放多少？开放100位，这100位幸运儿，好，我们明天直接来验证严老师的股票飙不飙？好，那我们的会员来单股会员的哈，搭金材料目前为止赚钱，持股续报，对不对？好，单股会员的严通来，今天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。旧会员的新复兴，目前为止以收盘价而言，大赚的80%，持股续报，好不好？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，因为我们的助理会告诉你6开头的XX9是哪一档股票，是哪一档股票，完成登记就可以做了哈。来，今天的话开放单股的一个操作，6开头9结尾的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直接打电话进来，啊，明天8:55。我们会准时通知哈，严老师今天最大诚意，看这边，所有打电话进来的人，4月1号开始，你没看错，也没听错，4月1号开始才起算会期，这是严老师的回馈哈。来，单股操作6开头的9结尾的哈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直接拨打电话，明天早上8:55，按照大家打电话的顺序，一一的来做通知哈。记得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，明天早上准时通知，打电话进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！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
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目前为止，这个大盘呢，来它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哈。那目前为止比较符合达华斯的一个股票箱的一个理论哈，也就是说，以加权指数而言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区间震荡。好，但是以个股而言的话，比如说啊，我们看到这档股票来，它就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比较强势的。好，这个地方其实的话，你要按照个股表现为主。哦，那你不是说去看到所谓的区间啊？那当然，这个达华斯啊，为了这个应付啊，股票啊，不管在高档低档哦，它呈现所谓的箱型整理哦，它得出了几个结论啊，它告诉我们说，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之下，它才会进场，啊，另外它也是找到强势的领先股，它才会操作嘛，好，那震荡整理的话，很多的错误啊，你的操作的一个错误啊。会造成你的损失啊，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做降低的一个动作哈。那你要专注在所谓的价格啊，跟所谓的成交量啊，最重要的保持资金的部位啊，停利跟停损的话要严格的执行啊。我相信你在股票市场里面啊，拼的不是说勇气啊，拼的是智慧。我讲这句话真的很多人是反对啊。不是说有钱的人就一定赚得到钱啊！股票市场里面完全是人生智慧的一个反应啊！啊，达华斯是做什么的？跳芭蕾舞的。跳芭蕾舞的投资人，他有了正确的一个观念，所以说啊，哦，他这个对不对啊？走了以后啊，去天堂以后，那个存折一打开，啊，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！他有提醒你啊，对不对？要找到强势的领先股啊，力展新药是不是？是嘛？啊，这个药证讲两次了，印度药证啊，墨西哥啊，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？不知道。你找到股票就赚钱了嘛？啊，森达科技也是一样嘛，潜伏底对，补量上攻，均线就上扬了嘛。你随便卖你都赚钱，是不是？啊，创威也是一样，这一段最好赚，未来。啊，你就看未来嘛，我认为未来还会再涨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通家之前啊，有人说很难做，做到这边就变很好做，因为来到主升段，是不是？主升段哈，那我们顶尖操盘法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啊，啊，大盘多空方向你要搞清楚嘛，关键的价位在买，在买，这个很重要，纪律的操作，耐心，不过度操作，现在的话就是考验大家。操作的一个智慧。好，那明天这档股票三开头的九结尾的正在发动点，明天准时喷出，你有机会啊，这个机会留给你哦。看准，明天就是最准的时机，六开头九结尾的，你看准了以后你就出手，而且我们出手的时间点非常早，我在8:55我就直接告诉你啊，啊，这张字卡。告诉你，你要看得准，你要重压，啊，喷出去了，大涨了。现在很多人还赚不到钱呐，是不是？那我问你好不好？你买严老师单股会的达新材料有没有赚钱？应该赚的接近20%了，以今天收盘价132.5了哈，应该赚接近20%。你买严老师的严通，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大赚？有哈，但是我没有叫你卖哦，延通续报哦，单股会员哦，来这边哦，我没有叫你卖哦，你自己卖掉哈、哦，你到时候你追不回来咯，你不能怪我哈、哦。这档股票赚的80%啊，还在报，还在报，为什么？我认为它还会再涨嘛，所以我不要卖嘛，对不对？明天买哪一档？六开头的XX9，今天收盘价43块钱。你要共襄盛举的，你今天电话直接拨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你电话一定要拨通，六开头的，九结尾的，明天早上8:55准时进场哈。这档股票单股操作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哈。那我们严老师最大的回馈在今天4月1号开始起算会期，
直接回馈给你哈。明天这档股票单股操作，要参加的人打电话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明天早上一定会通知。记得单股只有一档股票，最好赚的股票，等你来验证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旗子走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上车。到哪里啦？快到台北了。啊，我们要去高雄哎！我们从高雄出发的。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。啊、你是谁？他开错车了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